阿昔洛韦不能够治疗尖锐湿疣。尖锐湿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，也叫 HPV 病毒感染所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。主要的表现是在外生殖器或肛门周围出现油状的皮肤赘生物，一般是采取激光冷冻的物理治疗去除油体，再配合使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，比如干扰素凝胶、密喹莫特霜等来进行治疗。阿昔洛韦是一种抗疱疹病毒的药物，它主要是针对单纯疱疹病毒、带状疱疹病毒、EB 病毒和巨细胞病毒这一类疱疹病毒，对这些病毒是有一定的抑制病毒复制的作用。但是 HPV 病毒和疱疹病毒不属于同一类，所以阿昔洛韦不管是外用还是内服，对于尖锐湿疣都没有什么治疗作用，临床上也没有报道过用阿昔洛韦成功治疗尖锐湿疣的案例。